西。二号出场的是巴西队，巴西队的技术自选代入分数是42.900分。他们的这套动作表现的是亚马逊丛林的一组音乐，这是一片，应该说亚马逊丛林呢是一片世界上最大的雨林，它的面积比整个欧洲加起来都还要大。我们也可以在这套动作当中寻找一下，是不是能够通过我们的想象力，在成套动作当中寻找到亚马逊丛林的一些特殊的植物和动物。应该说这是一套非常有设计感的表演，在成套动作当中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在这片雨林里面有代表性的动物和植物的影子，比如说我们在音乐当中听到了鹦鹉的叫声，从运动员的手势和表现当中找到了鳄鱼、蝴蝶还有猴子的这样的一些影子。
刚刚的这四分钟里面，巴西队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美丽的热带雨林的画卷。在这套动作里面，巴西队增加了很多托举的难度，像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脚对脚的托举，那后面呢还有手对脚的这样的非常小的支撑面的托举。成套动作可以看得出来是完全围绕着主题来设计的，唯一有一些遗憾的就是由于运动员的身体的能力各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到了成套动作的后半部分，像这个圆形就已经不是特别规则了，还有一个两排的图形也有明显没有对齐的情况。这是巴西队的结束动作。巴西队在08年奥运会的时候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获得了一个第12名。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呢，有一小部分是参加过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队员，大部分都是年轻的选手。这是他们的艺术价值分、技术价值分，加上艺术印象分，总分是86.350。两个分数一般是由这样组成的，技术价值分。